陈新条款现在在民进党内部呢，还有许多讨论的声音。那很多人就担心，如果到最后没有处理妥当，会不会影响赖清德2024总统之路？ 民进党开放2024立委初选，领表登记第三天，许多现任议员想要更上一层楼。开第一枪的王世坚更强调不接受协调。肯定的回复就是说，我们党一定有初选，我们党一定按照程序正义，走完整个初选。团结就是志伟少说一两句，然后持一个开放的心胸，然后彼此祝福。 王世坚来势汹汹，也让何志伟态度变得保守。民进党内部不甩陈姓条款的，除了北市议员王世坚宣布要来挑战何志伟外，还有现任新北市议员彭佳云，则是要来参选新北第三选区立委。嘉义市议员黄陆惠也要来挑战现任立委王美惠。屏东县议员陈明达则是要来挑战钟嘉宾。主席赖清德亲自提出的陈姓条款，却被自己人打脸，直接挑战主席威信。传出赖清德积极私下密会。 各派系的成员就怕初选派系之间砍到刀刀见骨，影响到2024总统大选的团结。民进党并没有所谓党内互打到刀刀见骨，正式进入到初选之前，高雄市展现出了大团结。我们也有签那个不要不能恶意互相攻击的初选，应该都还好了。我们的这个协调的沟通小组他们会去处理。 陈姓条款会不会成为赖清德选情的七伤拳？就看他接下来如何拆弹。环宇新闻柯冠成、杨芷玉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